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ndy。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吃泰国菜，一是颜色好看，二是用料新鲜，三当然是味道好。为了自己吃的方便，我就学习了如何做，一起来看一下。主要的食材有泰国罗勒、菠萝、番茄、冷冻或新鲜的大虾、冷冻或新鲜的甜豆、小尖椒，还有番茄酱。油不用太热，对健康不好，对锅也不好。炒菜的时候，如果你害怕油溅的话，就戴上手套。
如果你口味偏甜的话，最后可以加白糖。